前，2019年亚太电影奖公布提名名单。亚太电影奖旨在向全球受众宣传和推广亚太地区的电影、演员、导演和文化，并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过有影响力的电影媒介保存各自文化的目标。在289部报名作品中，来自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的37部电影获得提名，其中王小帅《地久天长》提名包括最佳男女演员、编剧、摄影、导演、影片在内的6个奖项。非凡娱乐实时报道。